还打算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嗯，你几级了？区区一个水阵，还想困住我？你刚才，你家主，就是这个小孩子，那是什么人？为何要悄悄的潜入幕府？ 分不出来，应该是个流浪儿，想偷东西。放他出去吧。是，家主。慢着，他好像没有家，也没娘的小野种，你别跑！小野种，别跑！我不是小野种，没爹没娘的小野种。 没爹没娘的小野种，小野种，就是个小野种，你不是，你就是。你老大，你那古怪的发带干什么？摘了，不能摘。为什么不能摘？摘了，摘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能摘。今日牧羊姐姐不在家，可没人照得了你，把它放在摘了。摘了，摘了，摘了。你为什么不肯摘下来？莫非？ 找这个吗？原来你真是妖孽，阿姐，你听我说，不用解释了。我拿你当弟弟，你却骗了我这么久，你让我恶心，妖孽！阿姐不要！ 什么？相信我，那都是假的，你不要怕，好不好？
你不要怕，子期，子期，快醒醒！子期，快醒醒！开始风的花洁白柔软，却能坚定盛开，远行的三人风从何处来，都会期待去飞吧，哪怕遇见风暴或江或海，哪怕荆棘会将我掩埋，我本就应该迎接每个汹涌的精彩，也有平凡的片段，全力以赴过就足够勇敢，下一站在前方向我召唤。还打算抱到什么时候啊？你醒了，你气急了，区区一个水阵还想困住我？你刚才吓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怎么叫你，你都不醒，我还以为你今天就要死翘翘了。你才吓死我了，干嘛不够安慰过？我差点以为你，以为。没错，我是差点都要溺死在那个水球里了，不过还好，你的香囊救了我一命，还好有他。还好有你。我说笨死了，别跑过来爱说爱讲，这么危险你先顾好你自己。啊，是和我们刚才一样中了邪术被推入这个水球的心魔者，水妖脊灵。